超级课堂成就名校梦想，超级学员们大家好。这节课的内容是进阶训练核备问题四。跟随着蜜蜂王国的毛球、探探和墩墩，我们已经掌握了核备问题的基本题型和相应的求解方法。这节课啊，我们专门来看一些和之前不太相同的题型。第一种题型的特点是核会变化。在之前的核备问题中，核的条件都是固定的，但某些题目就不是这样。比如这道题，甲乙两个冷藏库共存鸡蛋1570箱，从甲库运走350箱后，这时乙库存的鸡蛋比甲库剩下的两倍还多80箱。甲乙两库原来各存鸡蛋多少箱？注意，从甲库运走了350箱，所以之后核变成了1220箱。此时乙库比甲库的两倍多80。线段图就是这样的，有三条等长线段，核为1220减80等于1140，所以每条等长线段为1140除以3等于380，即此时甲库有380箱，乙库有380乘以2加80等于840箱。所以在从甲库运走350箱之前，甲库有380加350等于730箱，乙库还是840箱。之前我们遇到的核备问题，研究对象都是两者。如果变成三者呢？比如这道题，甲乙丙三个数的核是75，甲数比乙数两倍少15，丙数比乙数的三倍多6，求甲乙丙三个数各是多少？方法一样，还是画线段图，画三段就好了。甲比乙的两倍少15就是这样，丙比乙的三倍多6就是这样，加上不足的，减去多余的，我们发现有6条等长线段，核为75加15减6等于84。所以每段长为84除以6等于14，即甲为14乘以2减15等于13，乙为14，丙为14乘以3加6等于48。最后还可以检验一下，他们的和刚好是75。最后我们来做一道难度较大的，隐藏在数位里的核备问题。两个数的和是13002，其中一个数的百位和十位上的数都是6，另一个数百位和十位上的数都是3。如果用0代替这两个数里的6与3，那么所得的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2倍，原来两个数各是多少？由条件百位和十位上的数都是6，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数是这样，另一个数百位和十位上的数都是3，这个数就是这样，用0代替后都分别变成了这样，可见分别减少了660和330。所以两个数的和就减少了990，为13002减990等于12012。
条件说替换后的两个缩小的数，一个是另一个的两倍。现在就变成一个简单的合背问题了。较小的数为12012除以3等于4004，较大的数为4004乘以2等于8008。那么哪个数中的零是由6变来的呢？哪个数中的零又是由3变来的呢？这个并不确定，所以有两种可能：4334和8668，或4664和8338。这道题的难点在于你要分析出换成零以后每个数的减少量，从而求出和的减少量，得到变化后和的条件。到这里，单独考察和背问题的题型，超级课堂就带大家都见识过了。随着学习的加深，我们会在各种综合题中间接地用到和背问题的思路。只有熟悉了这块的内容，你才能成长为智慧的奥数达人。超级课堂，超级收获，超级学员们，下次课见。